好了，接下来在这轮比拼的过后，马上开始进入第一轮的分析。王牌滚王牌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轮搜证的环节。刘警官呢，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，但是因为两位卧底心里发虚，所以他们会在大家看到线索前偷偷接头商量对策。现在所有人进入隔间。接下来请混入其中的两位诈骗分子出现。黑龙白鸽再去前缘，大哥，师弟，兄弟上阵必必要你成功升级为卧龙凤雏。本期王牌对王牌的主题为反诈，特派你们二人扮演诈骗团伙成员。咱俩去冤枉谁啊？现在你已经被冤枉了，冤枉贾玲啊？嗯。保重。好，所有人可以出隔间了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共同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拿到的证据。王牌自护卓瑞不凡，飞鹤新飞帆卓瑞含乳铁蛋白和十倍益生菌，给宝宝王牌自护力。接下来进入飞鹤奶粉王牌卓瑞自护时刻。校花校草案，来站到中间来，哪三位？来吧，校草哥，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真心相爱的？他实打实的给我转过账，他怎么会骗我13.14和5.12？哎，目前看贾玲说的话里没有要钱的意思啊，没有，对，没有说。我被人骗了，我还跟人要钱。杨洋给你发过好几条语音，对，都是情啊、爱呀、什么的。把语音播放出来，大家听一下，杨洋对贾美丽说了什么情话？赶紧起床，贾美丽。是他。工作都这么晚。赶紧睡觉吧，贾美丽。谁能不上当？你说说，赖我吗，哥？那你的钱被谁骗了？不是，我俩不就要见面了吗？就奔现了，结果奔现的途中，他忽然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然后让我给他打45000过去，他有点急用。哥，你说要是你打不打？我不打。不是，对面是杨洋，我得打，然后打了45000过去。稍等啊，我打断一下，抱歉啊，我问一下，杨洋给我发的那个是梧桐找杨洋录的吗？杨洋本人录的。那我给转45000，我有什么问题？我都转少了，他应该不是骗我，他是爱我的。你这个太容易上当受骗了，不是太容易。你要是沙溢哥，我肯定不会上当受骗。你要杨洋，你也看对象啊？对，我这边说有事顶多买果篮看看我，要钱没有。校花校草群还有两位，你们被警官找到了什么相关的证据？沙溢哥有进这个群吗？在群里。对，这个群里
就是可以认识谷爱凌，谷爱凌正在选有潜力的小孩教滑雪，我说欢迎加入踊跃报名，我说把这群贴出来了。妈呀，腾哥，花花，有问题。你看这个群里可以认识谷爱凌，然后下面贴的是校花校草群的二维码。What？ 我交友吧比较少。You？ Okay？ 我除了这个群没有别的群了。Oh no！ 而且像我们这一波的校花校草现在都为人头杀一个吧，为人父为人母，头杀一个吧。腾哥，我觉得保来吧，说不是我不保，他就是我觉得你可得仔细保他，那就你，他是个棍子，你就留着他，那就是你，要不都游戏都没意思。贾玲，我说一句，王牌这么精彩的节目能办到这么多期，你觉得导演是傻子吗？连让我跟师哥连当三期同样的角色。哎，等会儿我问你啊，吴彤是不是傻子咱们有待研究。但是我问你，光传声筒这个游戏一共几季了？你们俩跟我角色词儿都不都一直在变吗？可是我也是被别人变的。你肯定是，你肯定是了哥。我啥呀？我建议你就别说了，多说多错，言多必失。你报匪吧。丁墩墩是你，小宋，还有小童是吧？这个是小宋。因为有一些人找我帮他买。你帮别人买丁墩墩？啊。因为别人转给了你900块钱，总共是多少？45000块，他收了。哎呀，手抖了。哎呀，你转给卖家了吗？我转了呀，然后就没有冰墩墩，然后就集体被骗。可是你这个是别人转给你的吧？对，因为我有路子嘛。那你不是骗别人了吗？那这个应该是你的收入记录吧？对，都是转给你的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嫌疑太大，我看错了，好可怕呀！太让我失望了，长得这么清纯，我就实名诈骗，就是我，实名诈骗。我们投票吧，我们请上刘警官。现在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，推出你们认为四个嫌疑最大的嫌疑人，然后我们警方就会把他们的手机没收了。每人拥有两票，必须投完两票。来吧。好，投贾玲的举手。两票。两票。先问一下那个佑婷，你为什么会投贾玲？我觉得我不投玲儿姐就投腾哥，因为他们俩一搭一唱的实在太明显。我跟他一搭一唱，是我的职责。我并不想跟他一搭一唱。接下来，腾哥的举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投杀一个的，咋还比你还多呢？六票呢？